边的茶楼人影错落，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，人前摇扇醒目拍桌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，这江山风雨岁月山河，刀光剑影没了多少时间穿梭，且看他口若悬河，衣上有风尘，却原来是一位江湖说书人。那天山女子独守孤城，也只是为了曾经那一个人。那昆仑痴儿一情难分，谁曾想这一曲再不相逢。这江山风雨岁月山河，侠骨柔肠醉了多少时间看。学习的快乐产生于对学习内容的兴趣和深入。世上所有的人都是喜欢学习的，只是学习的方法和内容不同而已。晚安。